去露营车停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是住在这里，但它这边也有很多营位跟露营车可以停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次在的 camp 这里住的是这个小木屋，这是我们今天住的小木屋，它外面还有一个阳台，超棒的。然后它把钥匙放在这边，然后给我们一组号码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嗨，这里有一区厨房，很大的客厅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里有上下铺跟单人床，然后跟一间主卧室，一个双人床，然后它的厕所、洗手台、马桶跟浴室，在这里很多很多开关都不知道藏在哪里。等一下，美乐，你打开那个，哎、欸，有了。现在快八点了，都还没有天亮。然后我们住的是这一间小木屋的房子，然后它旁边还有这种的蒙古包的这种。然后再走过来一点，这里就有一些人搭露营车啊，或是帐篷，它这里有很多的帐篷。然后那边有公用的厨房啊、浴室、餐厅什么的。前面那边就是有湖，湖岸的景。然后也有人搭那个露营车在那边，好美哦。然后这个营区非常的大，它可以有几百张都在这里搭帐篷，然后也可以有露营车，然后旁边就是雪山，所以超美的。那里我们住的地方的上面有雪山，车是整个都结束了。结霜了耶、我们在路上的加油站旁边，这里有一间店超可爱的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要什么东西吃。这间店有多可爱的，它就在加油站的旁边，然后是一间很可爱的小店，然后我们就买了午餐要去在路上吃。现在停在要往 Monkhook 的步道前的一个小镇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这边看看。你看雪已经这么高了，然后前几天还封路呢。哇，超冰啊！超冰啊！旁边的车子的雪这么高，没有开，这间没有开，我要试试看。哎呀！然后它这一区也是有住宿的地方，超美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Hooker Valley Trail 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这个步道，走上去 Mountain Cook。然后我们把车子停在那边，然后走过来，等下走这边，这边蛮多人的，所以停车也是。那边的车子超多车的。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步道大概要走3到4个小时来回，超美的。啊，这个很可爱耶，这样走过去这个树。对，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步道会走很久耶，随便一个地方都停下来拍照。现在是12:10，然后我们现在刚开始走。第一个拍照点，这里有座桥，
溜滑梯，这里很冰啊，大家都啊，大家都溜了好久。直接溜下去，直接溜下去，很好。这里好多阶梯，有豪华，大家都溜滑梯下去。后面的人也是都溜滑梯下来。那一堆溜滑梯真好玩，对不对？你有觉得很好玩吗？很好玩的，虽然它不是溜滑梯，可是就是可能要穿防水的裤子啦，有手套跟脚，一定要戴手套，对，这样就能滑下去。如果有防水裤子的话，那就更好玩了，屁股比较不会痛。到第一个吊桥，它这里总共有三个吊桥，我现在来到第一个吊桥，第一个吊桥超美。现在走在吊桥上，这水好蓝哦！走走，哇，不是，怎么那么好玩啊？跟雪地里走真的好好玩。而且它这个雪是干的雪，不是湿湿的那种。嗯，好，还是很滑。对，还是很滑，还是很好玩。现在12:50，走了40分钟来到第二条吊桥，这里也是好美哟、哦。排队过吊桥，第二座吊桥的上面也都布满了雪。超漂亮！现在1:25，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吊桥了。现在走到这条路线的休息点了，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，真的太美了吧！好赚的。我们刚吃完饼干啊零食之后，我们现在准备下山回去停车的地方。爽吗？没了！哇！等一下，我真的听不好跑啊！奔跑吧，少女，快！继续跑，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！我觉得Mangkok这个地方很值得来耶，超好玩的，超级好玩，而且超漂亮的，推，一定要来。啊，对，防晒要做好，戴太阳眼镜，穿防水的鞋子。好，那我们在走完 Mangkok 的中心步道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 Summon 的地方，就在这里，这里有卖小杏仁，然后还有新鲜的 Summon。我们现在开到 Tikapo， 今天晚上要住在 Tikapo 这里，然后越来越晚越冷了。我们今天住的 B&B。我们现在去 reception 那边，等到这个时间到前面来。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我们有三个人，然后今天刚好这两个床没有人睡，所以我们可以三个人有这间。那我们今天住的是厕所在外面的，然后厕所就在这个走廊的尽头，哦，在这里。
这里有 shower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里也是 shower， 这边是厕所。但它其他房间是有一人一间的，不错，很干净。外面有一个大阳台，前面这个是地卡波，然后我现在要走去那个小小的教堂那边走。走到了这个教堂，这个教堂是皮卡普这里的唯一一个教堂，小教堂。这里的观星、观测行星很有名，因为它这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有控制光害的一个城市。然后它后面这个教堂也有一些导览可以参加。现在来看这家 Blue Lake 有没有位置，刚刚那家没有位置。我们现在来这家 Blue Lake， 刚刚那家没有位置。我们现在用这个去往后面。点了一道汤，今日例汤，看起来是洋葱汤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羊肉跟牛肉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好好吃。嗯啊，我也觉得这很好吃，厉害。结束我们的主食哎，然后都蛮好吃的，好吃的，真的很多星星哎，不夸张了，超夸张的，超夸张的，用肉眼就看到好多，对，这里还很亮，你过去那边一点，这好多星星啊，超多的。这样拍不到，抬头看就一堆星星，哇，太惊人了吧，这星星。